希尔顿饭店。OK， 那我就觉得奇怪，哎，每次这个洗澡，我们有时候洗头的时候，满头不是都是肥皂泡沫啊？那你眼睛也要顺便要闭起来，不然会刺激嘛。对。但是我眼睛闭起来在洗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等到洗干净，肥皂泡沫冲掉或是清水，我们才会睁开眼睛啊，甩甩头。就这个阶段，你们一闭眼睛啊，哎，我就觉得有人在看我。啊、uh-huh. 有人看了你会感觉，我就觉得、uh-huh. 就觉得有人在看我。是、uh-huh.。可是我就洗洗。硬把它擦擦眼睛擦开，你看没人呢、啊，漂亮，哎，漂不漂亮？哎呀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嗯，好像在唱那个这歌厅现场演唱这样，哎呀，不，你歌声还是依旧哈、啊，中气十足啊，谢谢谢谢，看不出来这个个儿非常娇小哈、啊。我天生的，对呀、啊。那么我常跟费玉清在国外常常有碰面的机会啊。那有时候前后档期，那有时候呢，我就去看看他表演。这个人哈，做北更小，这个情况就三十刚不爱录啊，不爱录白啊。哦，从这个满场唱到最后三成呢。好，那赚了蛮多钱的，就是。老板也蛮迷信我们的，就是。真的。你经常唱到成本快不够的时候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啊，就唱了三四十天了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。哇，这个是个盛况空前，不过现在好像比较少了。现在机会比较少，对、啊。不，我还偶尔登，要听到你歌声，还真的越来越难得。不会吗？不会啊，是其实我在新马还是有在驻唱。还偶尔唱唱的啊。不是偶尔、嗯，而是根本就是每一年最少有一张。啊，过年片啊。啊，过年片这些。对啊，对啊，哎、像今年啊，千禧龙年啊，也是卖得非常好啊。还到那个云顶有4000个观众在那边开现场的演唱会，哎呦，好棒啊！真是，不过你这个人这么大的活动，是这个他个人倒也是很少这个怎么讲，这个去自己去散播新闻。对，你这个人也太客气了。哎，就是、啊，有、哎、这么多的，这个是我最大的缺点，这是光荣哎。啊、大厅里很少提起，不是因为在台湾比较少出现哦，所以、哦、然后。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哦，因为在电视上看我自己就是好胖，可是你看我本人会胖吗？也不会啊，对啊，恰到好处、就是、就是那个脸啊，这个感觉上比较丰满一点，所以也不见得胖。有的人说啊，这个吃很大的吃很大的亏，对对对，所以有的人说瘦子啊上镜头正好加了3分就恰到好处、哎、对对对，所以过瘦的时候上来正好、嗯、那我们平常我们这样看你是正好的时候，哇，上去又加了3分，弄得哇、哦，所以讲你的酒店西，我当时还腰能干。我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不腰了，我还照上去。是刚才讲的，你有吗？看到你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。对对对。这个也聊聊多年不见您的这个最近的生活架构啊，人生的脚步啊。像什么有没有观众的什么都可以聊的，对对对，有没有标标会啊？上不上市场买菜啊？有被先生点过、啊？这种无，那是无可能。我跟我先生很好、哦、是是，对，不过我现在的生活架构什么，对，现在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宗教信仰、哦、所以在整个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能够认识这个真正的上帝哦，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最棒最棒的祝福。哇，有信仰啊，有信仰的人他就很满足，对，他就懂得。很多人都想说，哎，反正信仰都是一样嘛，宗教都是一样，都叫人家做好事啊。其实我觉得我看呢，刚才听你的口吻，好像到了礼拜天的天人之间。哦，由寇神父在这主讲。不过是真的，这个发现人就是幸福才会滔滔不绝。对他这个怎么讲？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哇，你好熟悉啊！嗨、哎、呀、啊，原来你也是基督徒教友啊！哎，教友教友，弟兄你好，弟兄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为什么都不上教堂的弟兄哎？上帝要审判你，我告诉你。说来我真是啊，这个还算不标准，还没有去受洗。哦，真的。哎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信了耶稣以后，真的内心感觉非常的平安，然后非常的喜乐，很有盼望。然后就对人生，就是你对事情的看法会是很正面的，而不是说啊呢，哎，干啦，哎，这样好像不好，这样好像不好。哎，看来先生也埋怨啊。哎，对对，什么都不好。是啊是啊。但是出来扛亏了我们走。你信了以后，自然会想到，大概你为了家庭付出，你就会想很多理由圆满的。对对对。啊，是他可能也累了，明天再说。还是在工厂。那只要他写工厂，还是要交差。所以你就会觉得说，小孩子皮也会说，哎，我们要用爱。哎，用爱心。就是实行在生活当中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就比较有益，有用处了啊。可是有些人啊，开始自己家庭主妇有了信仰，先生就会抱怨了。啊，那是常常聚会了，不然就是什么活动又多、啊。那我们这个是三餐呢、啊，家庭的这，那不行，那不变成别人的人了，在外面。不，其实在这个圣经里头，他、啊、有教导我们，丈夫就是我们的头，那丈夫要爱自己的身体，那身体太太就是身体。啊，
啊，所以做太太的就要尊重我们的丈夫，以丈夫为主这样子，丈夫说什么，所以先生是头，我们是身体。对，然后哪有一个他下面还有两个小孩，这就是说哪有这个头不爱自己的身体呢？所以说做丈夫，正巧你也有两颗，哎，对，两个小孩，先生。不改本行，哎，得看这个要有罪，你要认罪啊！不管是那个贵州的，说了这个又带到这来了。当然，就是说你有两个宝宝了，啊，多么幸福，一男一女是吧？哎，对对。哎，你还真会生，那调缸被仙姐找个魔都哈。上帝似的。你们以前有没有计划说非要两男或两女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姻缘聚会。哎，对呀。反正就是看谁跑得最快，谁就来见面。外号叫做六国歌后，他出一张片子，六个国家并同时发行了，谢谢。而且这个销售量都这怎么讲，旗鼓相当啊！哎，还好，谢谢。那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啊，是特别我点了一首，对对对，叫做《一根绳》，缺少一根绳，你要不要一起唱啊？那不，我就听过你唱小调的歌，有你的味道。虽然你有一点国语不是很标准，哎，对对对，晚风最严重。嘿，我白一点就皮啦。晚风的，换讲没那么严。晚风还是有晚风，那时候就够卖了，那都不会干，碰我不会干，碰碰给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老歌还是好听好听，这歌你看你都忘了，我都还记得，真的啊！以前还唱《风从哪里来》等等，对对对，都重新编过去，也不输万沙浪呢，我那大白单的，看你小小的轻轻脸蓬公啊。那时候，哎，有时候你讲的台语我就真的听不懂。哎，我比你还深呢，我瓦县人讲得懂啊。真的。哦，卡扎湾那多那多来整卡嘛，啊，虽然父亲也是眷村，但是我们小时候都住了松山了，五分波了，戏子横科里了哈。哦，我刚刚玩给台语玩给第一名。真的。看到别的信仰，有的时候叫什么关洛英了。啊，什么是关洛英嘛？我眼睛上绑一个红布嘛。大家要见亲人的人，过往的人啊，就在那边，有的还见面，马上有感觉啊，皮皮喘。真的。啊，老爷啊，大家今晚过得好啊。啊，什么老大做行李过洗白的，那个波比之类的，很多都想啊，老谁过离婚的。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，真的。像他们聊聊宗教，跟大家聊聊嘛。啊，现在有的节目叫《宗教世界大观》，那也是聊，我们也可以聊聊。对对。在你的这个信仰的领域里，你觉得我有没有撒旦这种东西啊？有啊。撒旦就是邪灵，就是魔鬼。哦。哎，最好是不要去试探。啊，这个撒旦魔鬼是撒旦魔鬼，是不是我们心里的暗鬼？譬如说，我们在没有人四下无人状况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，这也算是一种撒旦。其实这应该是撒旦引诱你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其实，在整个世界啊，整个这个世界里头，是由撒旦几乎在掌控的。但是如果你有信耶稣的话，你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怕。像有些人，他不是在住在那个什么，有些常常住 hotel 啊，我们常常住旅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有朋友一个就是这样子，他以前啊，他住的不安，到哪里一换地方就吓。对，他就会怕，然后就甚至觉得好像有那个，好像有什么魔鬼压身这样。或者是觉得这空间里面阴森森的这样子。所以像我常常去住旅馆，我就会进去里面，我就先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魔鬼你给我出去。好啊，还有那个 hero 对啊，然后就赞美耶稣，赞美你，感谢你这样子。哇，那个晚上就睡得非常的安稳。真的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像那个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魔鬼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哈，他自己就有经历，他就说哇，他觉得有一个东西压在他身上。后来呢，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，他就说啊，很难得的，这个灵异节目都请不到龙喵喵姐。今天我那是 special 呀，我的天快门当然也是一些真的，真的是真的，不会打高空乱吹牛。对，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朋友他自己经历嘛，他就说，哎，然后他就睡觉，他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压在身上，他就想，啊，凤啊，是舒不舒服呢？压在身上，就是当然是不舒服啊，他觉得好像快没气，没有气这样。那个鬼太重了吧？他就说。你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？如果你不承认，我奉耶稣的名，你给我出去。他在挣扎中喊出来，然后他就喊出来了，唰一下子，哎，那个鬼就跑掉了，然后就醒过来这样。他就觉得哇，真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奇怪哈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妈咪是超多啊，是啊，你洗一下，你有经历，我没有受过洗，就是。是，但是你有过经历耶稣。讲得很奇怪，我住在新加坡的那个
希尔顿饭店。OK， 那我就觉得奇怪，哎，每次这个洗澡，我们有时候洗头的时候，满头不是都是肥皂泡沫啊？那你眼睛也要顺便要闭起来，不然会刺激嘛。对。但是我眼睛闭起来在洗头的时候，因为一定要等到洗干净，肥皂泡沫冲掉或是清水，我们才会睁开眼睛啊，甩甩头。就这个阶段，你们一闭眼睛啊，哎，我就觉得有人在看我。有人看了你会感觉，我就觉得就觉得有人在看我。是。可是我就洗洗，硬把它擦擦眼睛擦干，你看没人呢。哎，是不是我多疑啊？这样洗洗。那这就是有一个感觉了。对，再来就是睡觉觉得不对了，床铺太软太高级了，每次困高又生活一点，我床铺就垫子拖了地下。哎，你常常都睡地板了，我知道，我把它踢夹棉啊，对吧？因为当兵当过以后睡了木板，从此就没办法再睡软。对对对，睡了地下，然后长毛地毯是，那长毛就不像普通走过去算了，长毛就会啾啾有声音。对对对，我就把床头灯一关，然后趴下去睡觉，一趴，哎，就马上哦，还没有睡着啊，人家说睡着是幻觉吧，马上灯一关就觉得有脚步声。哦，真的，哎呦，那踩着因为那个地毯的声音，我只觉得我人趴在地下嘛，是，他在我头的四周走路，哎，咻咻咻，刚才有人在给他在打量我，你知道吗？真的这样咻咻，那我在黑暗中打开来还是看不到，因为我关得很黑嘛。对，哎，我就挣扎一下，我说，嗯，我一定要，我这个人不信邪，是，伸手再把台灯打开来。打开也没有东西啊，再关掉又来了，哦，真的，就觉得有人在我的头四周走，是，就还穿拖鞋。后来你怎么？那也就算了，我还是继续睡觉，根本就你好厉害啊！不疑有他，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。哎，过了两天了，哎，正好新加坡也很小，大家知道，夫妻打架都上头条新闻，是是，也快安定了。你打开看啊，有一个属于乌籍的，就是所谓的印地的印第安的，印第安的，好像印度那种印度人跟印度不知道什么事情啊。分尸啊，只捡到一个人头，是啊，没有头的身体，哦，就是这等于社会事件啊。那他们就回味说，哦，这次新加坡发生了这个分尸啊，这个回想起来，我们新加坡这个国家总共这些年来只立国以来只发生过三件，其中就有一件写的希尔顿饭店第几号房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赶快跑到门口去看，哎呦，怪不得折扣给我那么多，哎呦，天哪，怎么同一个房间呢？哎，奇怪了，怪怪，我马上就，我就觉得，哎，那前两天像洗头一样那个感觉啊，洗澡的时候，跟着晚上有人在我四周走路，我就吓一大跳。真的，那你快一点受洗啊！哇，我就觉得我就赶快搬走了。是，那倒没有，搬走那不得了，搬走一点折扣都不打，硬碰硬。哎，费先生，你是说做两个礼拜，怎么只住三五天呢？不行不行，全部都算到底了。啊，哎，天哪，太离谱了吧！我，哦，一点折扣都不打了。是是是。那后来我才了解，因为他是那个好像是饭店有冷气系统嘛，那是一个外国人，他娶了一个好像泰国的太太。嗯。太太就属于有点歇斯底里型，常常找他吵架。是。那个先生是来专门做冷气空调的，所以一来了饭店盖好以后啊，还要请他助手在里面，万一有什么毛病还再抓弄弄的，一住就住三四年，跟他太太在里面吵架，在浴室就把他分浴室把他分解了。天啊，分解正好他又学那个包装的嘛，冷气包装，所以一层锡箔一层海绵一层锡箔都没有人发现，所以没有人发现，最后这个人过了好多年，他儿子问他，妈妈到哪，他妈妈私奔走掉了，吵一架就这样回国了，他们也就没办法，小孩也不可能左右大人嘛。是。他最后这个人好像快要得了绝症的，他说才交代他儿子，这封信你再打开，我不行的时候再打开，打开才知道摆在阳台外面一个铁皮箱，那个铁皮箱他妈妈就在里面。真的，那不就烂掉了吗？那终于他死的时候就是在医院里过世了，他儿子才交给警察，一打开，哇，变骨头。你有没有吃过泰国的海鲜包呢？你很无聊。哦，亚西的。虽然他没有受洗，但是呢，哦，也还没有跟我一样说，没有受洗，但是他心里承认啊，像他会跟我们，一起祷告啊，吃饭啊，慢慢就可以说潜移默化，对对对，就是先生跟你谁听谁的，哎，我觉得他哈，怎么说，嗯，就是我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，他会支持我。嗯哼，然后比如说孩子会觉得，哎呀，妈妈这样不行啊，然后就要去问爸爸，爸爸说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哦，那就在这一点再同意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嗯，是是是是。然后我们家是我先认识头，我是他身体，对啊，下面还两个，我知道。